记录世界，记录美，影像带你观世界。我现在是在重庆，我身后这个山顶上面有一些房子，我们现在准备上去看一下，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上去看一下。爬了一个多小时的山，爬上来竟然是暂停营业，不对外开放，太遗憾了，白跑了几百公里路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山体，就是河里面的河沙凝固在一起的。